上党堆锦 is a traditional handicraft unique to Changzhi, Shanxi, with the charm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shaping effect of oil painting,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feeling of relief carving. Nowadays, thanks to 堆锦 inheritors, 上党堆锦 has not only retained its unique, elegant, and graceful beauty of silk and satin art, but also showcased the artisan spirit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我是李卫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党堆锦第十八代传承人。上党堆锦原名堆花，是我们长治市特有的民间手工艺品，也是工艺美术行业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手工艺品种，被称为立体国画。堆花的主要材料有丝绸、棉花、硬纸板、通槽等，它的制作工艺呢非常复杂。例如这幅八仙盆作图，它首先要起白描、刻纸板、贴飞边、压纸捻、絮棉花、裹丝绸，最后还要彩绘，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才能制作完成。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这幅中意千秋图呢？首先，它弘扬了我们山西的中意文化。在设计之初呢，我们也有意在背景上设计了龙的文化，这是一条腾飞的巨龙，寓意着我们祖国腾飞。以布系为体，以日新为道，我们要将传统的技艺保留，要把题材创新，用新时代的审美结合我们传统的技艺，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的艺术作品。在上党堆花千百年的发展和传承中，无数的先辈和大师呕心沥血创造出一幅幅传世精品。1915年，李自清带领他的儿子李摩、李凯以及长孙李思忠精心制作的四季调频春夏秋冬，荣获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质奖章。今天我们可以说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心中更加有底气，走得更加踏实。